你想我啦？头壳又有感觉咗。嘿，阿秋姐，我想我哈。我唔知。被鱼网起作用啊。我是得什么病啊？胶质母细胞瘤，最终最常见、最具侵袭性的乳癌。魏小姐讲要问餐厅传染机的代志，也唔阁算伫个柜台看无伊的人，这不嘛是啊？你会当继续你的部署计划？只要相关继续抗衡就好，你敢做袂到？你是我的某，我是要相信啊？卖让王雅杰甲其他的人怀疑变啦。家芳，敢是你的下底？讲到你的身体已经残废了，以前怎么用这样子的心思？冒着真正身份的化验风险去抢一本好菜，尤其咱即马还到工厂上啊，抢时间来加找一挂线索，才有法度早一步来做这个疫苗。你先上啥？我即马就想问问你到底是咧做啥？我咧做嘛拢冒着伊红包甲水果个个啊！你喊你后壁个我落去，我最喜欢的王子，我一定袂放弃对金月感情。敢讲你个心肝内真正拢无我？魏先生。所以你即马意思，你意思你介意我？根本就不爱你，你的妻子会替你换来伤痕累累。